现在因为只有我知道，整个后台都没有人知道，然后我就赶快跟工作人员说，不对不对，他应该是念错我的名字了，因为在每一个得奖的信封的那个信纸的那个卡片，对，卡片上是我是需要签名的，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免啊，所谓难免就是说上台的时候一接奖其实会紧张。刚好我在后台等，因为我还有入围一个奖在后面，然后刚好是他念错名字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因为只有我知道，整个后台都没有人知道，然后我就赶快跟工作人员说，不对不对，他应该是念错我的名字了，因为在每一个得奖的信封的那个信纸的那个卡片，对，卡片上我是需要签名的。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免啊，所谓难免就是说上台的时候一接奖其实会紧张。对，因为而且入围名单都写在上面，对真的很容易不小心。我相信他就是看错了，所以我是吓一跳，因为我又没有入围，对不对？我想说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对，怎么会这样凭空跑出来？是，好，获得最佳单曲制作人的这个心情。其实我们都平常心啊，都平常心，因为刚刚的一些小插曲，所以就是心情比较大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刚刚我有听说了，很开心，但是有一点点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，是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